这个就是红毛丹，哇，非常多啊！这一棵树琳琅满目，结了很多啊。这个很甜呐、啊，哇，结满了。这是马来西亚的乡村，很安逸的生活。种点果树，种点菜，养几只土鸡，生活简单。哇，这么多红毛丹。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鸡叫，非常美丽的马来农村。